第二组，郭德纲，理由，被他逗乐的人数以亿计，他是郭德纲。有请郭老师。郭老师上台不用掌声，是啊，欢迎。哇，郭老师今天很潮啊！哎呦，前面那块飘带，对呀、啊，反映了他英俊潇洒、玉树临风的气质。好，我们请送上荣誉的勋章。郭老师真的逗乐了无数人，即便是刚刚镜头一拍到他，大家都开心了。嗯，来，我们大家合影留念，编辑，我们一起，谢谢曾经跟郭老师交流过的新浪娱乐的编辑，递上了勋章，我们做个纪念，合个影留念，谢谢。好，有请郭老师发表感言。这不让说话真难受啊！那个挺高兴啊，还给了个奖，新浪15年大庆。其实今天特别的忙，我说我可能去不了。他们说给你奖，我说给奖也够呛啊。后来说有好多大牌的导演、男艺人、顶尖的咖都在，我说我去不了。他们说还有好多女演员，我说好吧。人不能太不懂事儿，是吧？说着说着，范冰冰就来了，你看看。对呀、啊，我就是因为她在我才来的啊。欢迎欢迎，有请。你怎么穿着个睡衣呀、啊？那是大衣，外面凉着。刚起就来了啊、嗯。你也穿的是个浴袍呀？对，我们一块儿，哟，不像话了，这个。这什么话？你乱起。我的天，破了案了，这是啊。这个。今天推了一个商演，8000多万啊！待会儿让新浪把这钱给我补上就好了。玩笑说玩笑，其实我今天来是应该感谢新浪。好多艺人都说感谢，但我跟他们说的不一样。某一年德云社有一点危机，在那个特别难的时候，我记得是一个晚上，新浪找我。当天我们签了一份合约，德云社和新浪是战略合作伙伴，我心中只有一句话：难得风雨故人来。在这个时候有人帮你吧，确实很不容易，所以今天我来表示感谢。这么多大咖，这么多嘉宾都在这，我也不能多占大伙的时间。最后我要用一句英语结束我今天的讲话，拜拜。 Thank you、当然，今天还要感谢郭德纲先生啊！我们继续请楚先生。我先让我说一下，说郭德纲先生还有他的心意哦。他还给新浪娱乐搬来了100箱礼物来的，自己出品的碧波水面膜。重说一遍，波碧水啊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结了婚之后怎么糊涂了？这是啊？波碧水，波碧水，因为你没给我，我给你，我给你啊，我给你。这个我谢谢各位，我今儿没空手来啊，你们走时候一人提兜，兜里是我那面膜啊，我也不找你们要钱了，哎呀，回去贴着好找我啊，多大脸都有啊，我们谢谢各位吧，谢谢。就你能敷的是吧？我那大张的跟你们不一样，我那能把黄子佼包上，跟被窝似的啊。来，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是波碧水面膜。波碧水，恭喜你答对了，谢谢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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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郭老师。一起出现这舞台上，我特别希望就是我在前面，你在后边。因为你要在前面，我把这裙子踩下来，我这罪过大了，我跟你说啊。我要在前面你踩我，你就罪过大了。就是你这身衣服是哪儿定做的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自己人才这么说话。我老不知道他拿着哪个套让我钻进去。也别瞎说，哪有套的事这里头啊。这个优酷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？前台后台你怎么了你这是啊？好吧，我们只不过说了一个注意安全的话题，你这何必啊？我问一下啊，刚才你说你还是喜欢胖子，我这不了解。我认识他快10年了，从他出道我就认识他，认识10年，那年他35啊。我保养的好啊，一直就问他，包括台下朋友们开玩笑，柳岩找男朋友找什么样的，他没改过口。我喜欢胖子，你怎么这么恨胖子呀？为什么呀？我就是喜欢呗。你这口太重了，你你管我？不，你看你，哎呀！我看你怎么接。我不用怎么接，这个我觉得下一次再做牛人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告诉牛人，换一个女主持人吧。
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目标。怎么了？真的，你实话实讲啊，其实现如今女主持人特别的缺少，能达到柳岩这样的都不容易。无所谓，我现在拍戏去了。还拍戏不也拍那个吗？是吧？什么？哦，最近有这个拍什么戏啊？星座离奇事件，七月十三号，你别打断我，七月十三号会全国上院线。这个是牛人发的片子吗？我管他呢。你跟我在一块的人，他就是这样啊，无耻啊！七月多少号？十三号。好吧，跟优酷说一声，这个别剪，给他留着吧。七月十三号，满世界上映啊！什么电影？说一声。十二星座离奇事件，惊悚悬疑，爱情小清新，文艺于一体。你这样骗我有意思吗？真的都有。你说的是八个电影啊？真的都有。如果没有这些元素的话，十二星座离奇事件二我拒演。我想起问题，我在微博上看过你们发这个戏的剧照。哎，那光着膀子那是你啊？我没光着膀子。哦，穿着拖鞋呢。嗯，就是有洗澡的戏嘛。哎，行了，可以了。我总不能穿着大衫洗啊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们一定去支持你啊。好。不过听柳岩说，看二十分钟就可以了。我其实只不过是就是把你忘掉，你说要找下一个女主持的这个愿望。啊。这个话题应该已经过去了。我们有请下一个节目。不是，你一提醒我，我又想起来了。啊，因为上来这个人就是顶替你来的。你看到他你会吓一跳。我觉得我不会让他出场。不管是身材相貌方方面面，我觉得不逊色于你。哎呀，你别这，你要后边死去。